家好，我是老五，今天去市场买了3000多小米椒，回来做泡椒吃。现在这个辣椒已经彻底出了水分了，今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泡这个小米椒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色泽也很好看。现在开始了，把这个米醋倒下去。这个泡椒就做好了，2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吃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老五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